好，来，来，后一，后一张飞来。啊，一张飞，啊，即马即位是住伫台南地即个麻豆的即个谢龙友，谢龙友，伊即嘿，对对对对对，谢龙友来过伫咧问讲，哎，谢龙友来过伫咧问讲，因斗前的即个笨蛋是啊，拢咧出麻咧。好，咱即马请到即个啊，嘉义县，嘉义县农会即个总干事。廖总干事，好来，来回答这个问题啊！好来，廖总干事你好，您好，大家朋友大家好。甲讲这个台南地这个麻豆呢，都有两个出名人啦，一个就是廖天丁啦，一个就是红姑的啦。讲天丁说天丁，天丁说不尽啦。这两个兄弟啊，是这江湖的这个龙子，这个因两个是安尼外表无外分，眉无刀相的人。这个红姑的呢，生到啥物款，恁可能唔知啦。高头鸟子耳啊，鼻仔翘上天的啦。倒霉，你讲啥？歹势歹势，歹势歹势，头头讲啊唔对。这五号天那个聊天顶广告听了上侪，咱欢迎起来，压起来，歹势歹势歹势。头头你讲啥？头头你讲啥？我讲这个台南地这个麻豆的，这个文旦是安那出麻？哦，麻豆文旦哦，文旦，啊恁大家知影文旦啥物无？文旦就是柚子啦，柚子啦，柚啊柚啊啦。这个文哦，伊讲这个文旦的生麻，这可能有一几种原因啦。就是讲，啊，就因兜住伫麻豆咧，啊麻豆这文旦当然嘛会出麻，对无？你大家这文旦拢耍走了，恁兜搬厝嘛，搬去别位去住，搬去去住就袂生麻。啊，过来哦。我就是讲，恁家这文旦哦，搞无好，叫得到迄个德国麻疹。德国麻疹，你出门啊，你着哦，你若着文旦这细长时阵，你甲注迄个哦疫苗着吼，着自然着好啊，着袂出门啊。哪个有呢？对这个恁家这个土壤哦，这个土质歹，这土质难歹，这个文旦哦，这文旦着。伊趁到讲发酵了较无好安尼哦，八大火伤大啦，即一工八大火透袂离，啊，就当然就出门啊。你着互伊食迄落啥物黄连啦，啥物甲用用咧哦，啊，甲抹一挂迄落蓝地绵羊油甲战斗，这门啊自然就会消气啊啦。哦，歹势，头头讲着聊天顶歹势。好，多谢。啊，多谢咱这总干事，咱这廖总干事，咱回答这个问题吼。